大展示城市太平圈老驾一路的部分精彩工作，有请。宋佳佳教练曾获得省全国国际太极拳女子推手级套路冠军。大家现在看到的宋佳佳展示的是城市太极拳老驾一路，完整的老驾一路由75式组成。老驾一路以柔为主，柔中带刚。老驾一路整体动作中正安舒，潇洒大方，阴阳开合，螺旋缠丝，刚柔相济等特点贯穿在全路之中，突出腰的主宰作用，用意不用力，内外合练，浑圆一体。宋教练为大家展示的是一路拳的经典套路，请大家观赏。Hello.